今天要分享的是《七龙珠》超造级之一啊，然后是达尔，然后是不是超级赛亚人形态？然后装备是他最基本款的那个超级赛亚人的涂装，然后就打开给大家看。哇，他这组还蛮特别的，连组装都不用组装了。这比想象中的好像有点小只了。盒子这么大，我以为他至少会再高一点，结果看好像连他的头发，感觉他的头发就占了大概有六七公分了吧。答案，侧面是这样，上面是这样，后面是这样，脚是这样，然后那个肌肉的线条非常的明显啊，还蛮好看的。脚底是这样，然后就是可以放在脚座那个底座上，然后刚好一大一小啊，所以应该，有一大一小吗？装在底座后变成这样，侧面这样，还蛮一个算是基本款的一款啊。达尔，然后底座上面就没有任何的 logo， 后面这样，达尔，有兴趣的人可以去购买。